赏金。哎，这个赏金是复仇草场都换进站。我看什么图啊？你说的那么吓人、啊这什么东西啊？这么东西？这个好玩哎！哎，不雷蒙，举队走。我自己去拿，拿到了。再见。还有罗莎。嘿，杰西！这无敌时间怎么这么长？我只要能召唤流星，我就能知道他们在哪了。你这就在我头上！碎，砸死了！我还在召唤流星呢，结果他就在我脸上，砸死了。嗯，所以我只要能召唤流星，就代表我能知道他们在哪。漂亮！他已经足了。呀，肉杀！杰西，啊！惊喜波！小炮！哇塞，罗莎！召唤啦！惊喜波！咣撞你们！哎呦，我满了，我满星了，我都满星了，我这会儿要给他们一送，我就很伤。哎，我怎么足了？哎，脏！哎，我不能足！一下给他们多少星啊？这是七颗星。快跑吗？给了他们七颗星。这个大应该用来逃跑的。我莽上去了，结果。我也莽上去了。莽上去！杰西差一死 ，OK。哎！好漂亮！谢谢，我最喜欢虐菜了，咚！谁不喜欢虐菜啊？哎呀，这是人机啊，好像。这，你看这火好像是人机，不止死活的。咚！不止死活的。哎呀，我最后还足了。这其实是人机，你看。锤他！锤他！锤他们！锤他们！还落了一个盾，我不要这死！我也死。再见。7-7。我的妙智是用来逃跑的。一波战斗之后7-7。完了7-9了。我花陨石炸着了！快喷掉喷掉，两个全喷掉，漂亮！右边。搞定，快走，快走，回去。我就猫在这儿吧。他看见你了，好像。他没有。嗨，嘿，老弟。哎呀，完了！哎呀，他们有两个人，快跑！招个陨石，吓唬吓唬他。吓。送。绕过去。哎。哎呦。他往这儿探草了。哎，探着了还。哎。我要足了。还探我，足了！这后面肯定有人，我站这么多。我还有陨石空了，你们俩都足了是吧？对。我先跑一跑吧。哎呀，这边没草了。都没草了。没有草了。哎呀，顶不过来。不行。炸这一堆！炸还没死，死了！这一堆！哎，有戏！28-33了，31-33了。耶，差二。哎呀，对面有喷子无敌打脸啊！没事，十级大锤来了，谁都不怕，一万多血就是个怼。我怕。就是个怼，你看看。哇！炸！差一点点，你差点点。打脸在我脸上打不过，真的。在这打脸。来，公牛，公牛，干掉他！啊，斩！大锤！你听，我还给大锤鼓劲呢，好漂亮啊！打脸！漂亮！哇！公牛也得租。这只公牛漂亮，太会埋伏了。找死！公牛，干！好嘞，搞定。实际大锤就是猛啊！我得回血。哎，大力，你还敢过来？走！呀，公牛，你还敢过来？哎，顺便烧到比比。嗯。哇，现在我有六颗星，我得。哇塞，大力！哎呀，我刚说我要当心就送了。大力，去死！来了一只公牛，干掉他！对，我们三个聚堆，谁过来谁死。我们就在这儿。在这儿，来，比比。没事，先让他过去，先干了这
哎，我们三个就在这儿，谁过来揍谁。对对对，就在这儿，看谁敢过来。哈哈哈，达利尔来了，达利尔，达利尔来了，等等等等等，哎，这个战术好，哎，来了，冰冰，哎，狗妞，好，我们再找个草丛去蹲起来，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谁进来揍谁。达利尔来了，哎呦我的天，暴露了，哎，暴露没事，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好像。啊，他们直接跑了，嗯，又是人机局啊。不会吧，不会吧，哇塞，我们只要赢就是人机局啊，终于赢了一，不过确实打得很轻松。哎，我们就这个战术吧，嗯，我们三个人就聚一个地方，等他们一个一个的过来，好不好。右边这个必经之路这儿，好，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们三个人排成个三角形，来了一个，干掉，好好，比比来了，比比来了，比比来了，呀，哎，这不要过去啊，聚成个三角形吗，不是三角形，就在这儿一个三角，啊，这有个人，不不不，再重新找个三角形啊，不要不要不要散开，三足鼎立，一定要保持三足鼎立啊，罗萨罗萨，至少得保证我们两个对一个，哎呀完了，大锤又死了。 What? 我知道刚才我们这个效果为什么赢了、嗯、因为是人机局，这个真的是人机局，这个不奏效了，奏效，你给我过来，你们俩要坚持这个做法，我不要，来来来，一定要保持三足鼎立啊，你看左边左边，像刚才我们地方，刚才我们连续赢的地方就这样啊，来啦，对，你看看，我足了，只要过来个人大概率干掉他，来吧小样的们，干掉，快快撤回来，再找个三角形，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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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呀，回呀，喂，不行啊，好，先干掉他，回来回来回来，我天，我飞过去了，快挤过去了，我点着大了，我点的大了，我点大了，我去，我一直点在大上，哎呀，我习惯于把普里莫一直点在大上，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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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回来回来回来，不要漏啊，不要漏，他们一出来就三个人一起上来了，这哎呀呀呀，哎，这次被团灭了，我被比比推了一下，好，刚才人机局啊，他们领先了，我们得上了。我们得上了，上上上上上上上，对，大锤定他，这大锤定了他之后，我们领先了，我们平了，哎，我们不领先，我足了，哎，真的是可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那个套路，就是在一个地方，可以还输了，哎，刚才没坚持，总有人跑，你们得坚持，不要去追，他跑就跑，不要去追。你追过去就是给他送人头，完了，这个什么赏金消失了、嗯、快快开始吧，打机甲，打机甲了，刚刚赏金消失了，刚刚才有点心得，赏金消失了，好吧，那叫 panic， let's do this， 左右，你为什么要去那边，我不知道在那边，所以我象征性的来了个中间，来了个左边，快揍快揍快揍，哎呦我天，哎呦，他的阿伯级别不低啊，看起来。快点，有蟒的了，蟒的。蟒他，拿上两颗就赶紧走，回。哎，回吧你。我先给他们机甲一个大。走走走走走，被贴脸了。我放一个在这儿，你们全得死！打你！你看我这小炮，噗噗噗的喷死了好多人。哎呀，香香！喷死他！好的。其实是小仔弄死的。再来一个，给你们！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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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我的小箭炮太猛了。哎呦呦呦！我要给他们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塔上放小箭炮了啊！然后赶紧突起来，突噜噜噜噜起来，突噜噜，哎呀，完了，突噜人了呢，怎么？突噜人也行，哎呀，完了完了，我又不小心点到了一个、啊，扔到后面去了，但是没关系，赢了，赢了，耶、yeah ，哎，突噜噜好。对面有个 Max 跑的贼快，所以这颗不跟他们争了。那也得让他吃一发，哎，他没在，他 Max 没在这儿，完了。
那谁呀？灰灰姐，灰姐，这漂亮！完了，马克思跑得快，让他跑了。跑跑去吧。我应该用黑鸭，跑得快呀。你看哪尼又冲过去了。我感觉想在这哪尼用的相当好。哎呀妈呀！才冲过去一发。站中来一个。马克思，去死吧！站中来一个，你们谁敢造次？哎，成功没有打到你们谁敢造次？哎，我天，我怎么死的？哎呀！哎呀，大意了，大意了，大意了！这次我大意了。哎呀呀呀！哎，这边有个箭炮在打我们了。快撤！我给他收掉。就剩71了，这波不行啊！我们十个，哎、呀我们十个机甲。我们十个机甲，哎呦，但是不能大意啊，他们有可能会拿回来。完了，他又打过去一个，11-8。没事，12了。好，13了。12级。呀。又运出这个。我得再攒一个小炮出来。Max， 那个 Max 好烦人。上去打吧。Max， 这这，哎呀呀！加加加加加加，攒不出来了，但是这一波拿下了。拿下了我就敢说 OK、yeah、左边左边中间左中左中左中上尼塔的眩晕熊可以直接把他的塔给震晕，然后多给我们提供一点时间。我的天尼塔、哎、对方好像没有过来抢零件的意识。哎，他虽然扔得很凶，但是他们没有过来拿零件。哇塞，这一个炸好疼啊！哇塞，两炸残血，三炸极迹，差点。哎哎，完了，我进去的太早了。哎哎哎哎！我为了追杀他，我进去的太早了，赶紧拿下一波吧。这一波是没戏了。我扔中间一个。谁过来揍谁！哇，炸弹过来呢！炸弹过来，我直接被收了。哎呀，小蜜蜂！嗡嗡嗡！哎呀嘿嘿，我被小蜜蜂叮了，我的天哪！你跑，我让你！这边有个炸弹头，炸弹头族。哎呦，没打着。我等那个进攻的时候。小蜜蜂嗡嗡嗡！哎，没打着。让对面的塔先晕。炸弹。哎，小奶直接炸了一下，来来伤了。哎哎哎哎，我刚刚要过去放我的小炮，结果被他的小迪克脑袋炸掉了。哎，机甲怎么已经足了？嗯，所以我的小炮还是用来收他们吧。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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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瞬间被他的迪克给灭掉了。哎呀呀呀！你、哎、你！哎哎哎！你迪克！哎，差点毒了！哎！你！我天，地雷区！你迪克！哎，眩晕了一个，好！哇塞！大爆弹！哦，一小爆弹！哎，大爆弹！看大爆弹攒的这么快呢？上去收他们！拿下这一波！拿下！拿下！拿下！冲啊！加加加！在这边，他内，哇，胖妈，胖妈，胖妈族，胖内，你在哪儿啊？胖内，胖内，哎呀，胖内已经有大了吗？他为什么在往我们家这边摸？难道他已经有大了？我进入他们大的范围了。哎呀！我来炸这个大的吧！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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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死他！炸死是炸死了，但是掉在他们家了。家哎，炸死没炸死？我们有个6级机甲。
就这一波。哎呀，我足了，成败在此一举啦，能不能把血打回来就看这一波了。啊，扔啊，打回来了，赢了。哎，太不容易了，就靠这一波呀。